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信杰。我想昨天大盘指数上涨了57点之后，今天台股是没有什么高点，直接开低震荡走低，中场指数是以下跌的30几点，收在整个一万收在一个下跌30几点来做收。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相信其实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会员，或者你是信杰老师一个长期一个忠实观众，包含我们的一个 LINE 粉丝好友们，甚至 FB 的股市群会的一个投资朋友，我相信都非常的一个清楚。好，我相信从整个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当时在整个导播可以的话帮我带一下，在整个去年底的时候，对，十二月底，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当时大盘指数在9100点。我相信我们当时候是领先市场独排众议，告诉各位投资人这个行情是往上看的，对不对？台股今年闭着眼睛上万点，那台股今年是闭着眼睛上万点，而且万点绝对不是满足点，而是一个基本价。那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是不是在整个过去，在整个今年初的时候一路的，从整个低档上来？你也知道，我一直鼓励大家，不要受到一些空头专家，也不要自己自己吓自己，而错失在股票上赚波段大钱的机会。而从整个9100涨到三月底四月初的9900多点的时候，也真的拉了八九百点上来。那我相信其实这边的一个短线一个拉回一个转折点，从9976拉回到9622点这附近，相信当时的这个小转折，也正如信杰老师我也帮各投资掌握到，当时在三月底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一个四月关键转折报告，我相信这边对整个台股的行情我们规划的非常清楚，先拉到前高上下附近会再杀下来，但这个杀下来这里看似做 M 头，我那时候也讲过这不是做 M 头，这是最后的一个什么，这是嘎完空的杀短多，对，嘎完空的杀短多的一个洗盘甩掉。接下来你会发觉，你会看到这一波你会看到这一波今年几乎最强的俗称的主升段的一个千点行情上去，有没有？这一段你看我画的时间点不会很长，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陡的一波行情上去。那你现在回过来看，当时在整个相对低档是如我所规划的拉到前高上下附近，如果你这样子做个 比对好的，来各位投资者你这样子做个比对，好，我们请导播帮忙我一下，好，我们让各位投资者再回忆一下，回顾一下当时在这边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在这边我画这张图的时候是在这里，有没有拉上来前高上下之后往下杀，有没有？好，这一段杀下来，当这边的往下的急回过程当中，当四月十号来导播帮我带下指数来到9600多点的时候，我想来到整个相对低档区，也许大家这边恐慌害怕，大家都认为这边已经在做头了，谁当时领先市场跟投资者做事先做预告动作，你会发觉我都是讲在前面千点的，有没有看到这边？导播帮我带一下这后面，千点的主升段行情，千点的主升段行情。那你看当时是在四月二十号，你看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什么叫主升段行情？拉的速度会又快又猛，拉的速度会又快又猛，幅度会很大。那你最后回过来，也许当时很多人半信半疑，真的有机会涨一千点吗？那你空整个9622。拉到不管是10513，10500点，甚至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高点来，导播报带下，出现在整个10545点。如果从整个9622到整个10500多点，虽然还没有完全涨到1000点的行情，可是你现在回过来看，大概两个多月时间，你看今年以来哪一段的涨幅最大？是不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台股涨了900多点？有没有像符合我当时所跟你规划的这一波又急又陡的主升段的千点行情？主升段千点行情，所以你会发觉从整个三月底到六月底七月初到现在七月初，我相信整个大盘的加权指数不管是几乎啦，我不敢说我是神百分之百，但至少八九成的一个相似度在，这有八九成的相似度在，到目前为止你会发觉台股都跟信杰老师我所规划的大同小异。那我讲过的，我不是死多头，我们是懂得帮各投资朋友掌握到每一波大盘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精准转折点的市场上的少数赢家，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知道。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当整个之前沿路
很多的专家可能看空，很多报章名杂志或者很多投资人你半信半疑的不太相信说台股真的能涨到10500点之上吗？我想我们当时独排中一个跟投资人做好、哦、极力的跟大家共勉励嘛。我想过去这半年以来我一直跟投资人强调的是，请你不要当时在低档上来，请你不要有满脑子的空头思想，也不要忽多忽空、哦、当然更不要也不用不要太过于怎么样极短线的操作。我说要有赚波段的大钱的霸气跟决心。所以当时如果你是信角社会员，当时如果你是信角师，我的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位来者粉丝好友们，甚至你有来听过任何一场演讲会的投资朋友们，你照着信角师给大家操作建议，我现在到现在为止你绝对是今年少数赢家。但是有发觉一件事情，我可以从整个去年底今年初的9100，或者说整个这一波的4月份的9600多点上来，我一律的带着大家全力做多到这边为止。你不觉得带当来到10500点，当现在所有国内外的法人机构纷纷上修台股今年目标价的过程当中，当现在很多的一个好、哦、不管是同业专家或者报章媒体杂志们好、哦、来到整个10500点上下，最近的这半个月左右一直鼓吹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投资者全力做多再做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我的一个心态、哦、我带着我的会员的操作心态，我在整个目前给投资者一个可以开始跟你讲说，你反而要在高档区，当人家在高档乐观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小心。正如股神巴菲特的一个至理名言，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懂得贪婪、哦、不管是去年的7800点上来，或者在整个去年底的9100点哦、沿路的上海过程当中，市场不相信会涨，当别人半信半疑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贪婪。但是如果当现在来到10500点之上，你看你会发觉一件事情，现在是不管指数涨与跌，几乎融资都是往上在做增加的。我不晓得各投资朋友注意到这一点、哦、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或是最近这半个月以来，不管指数涨与跌，融资几乎是一路的往上在做增加，已经写下整个今年新高。当然你可以说目前融资水位1400多亿还是在整个相对的低档区，筹码相对安定。可是如果从过去从整个这一波的一个低档这边一个转折，10033点上来，这将近500点涨，这500点涨幅过程当中，当你看到融资的持续增加，融券的一个开始做个因为除权息之前的融券的强迫回补，融券的持续在做减少当中，资增券减，你觉得对整个台股的中线的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相信稍微懂筹码面的投资朋友，你应该都知道我在跟你表达什么。好，那当时来到这边，我已经跟投资者提示你了。哦，你涨的整个大半年的台股，你觉得啦？我觉得让投资者你自己去想想，你觉得涨了大半年的台股，好、哦，会不会有一波一个涨多一个中段整理修正？好、哦，你觉得会不会发生？甚至你会发觉来到整个短线的高档区，这一次的高档区，对不对？10545点的时候，我当时有没有在整个短线的高档区帮各位投资者稍微踩了一下刹车？短线越往上涨，我说风险将大于利润。那你可以发觉，当我讲完的过程当中，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这一个多礼拜下来，请问大盘指数是继续大涨吗？是信杰老师讲完之后一路的在大涨喷出吗？是信杰老师看错了行情吗？很抱歉，不管你要说是信角师的专业与实力也好，或者是说信角师你运气太好也好，但终究毕竟事实事后证明好像我们还是看对的，对不对？这边短线跟你讲要下来做一个震荡整理，整个下来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也跟投资者提醒了、哦、如果9100涨到10500点，这个叫大鱼大肉，这是大行情。我不管当时你有没有跟着信角师我、哦、大吃大喝好、哦、赚到整个波段大钱的投资朋友们，我也在整个10500点这附近，过去这一两个礼拜来提醒大家，10500点之上会不会叫做啃骨头？会不会只剩下个股的表现而已？骨头我说过了，你当然可以加钱啃，但是如果当现在你还跟着其他，你还没有那种所谓的一个高档做投机的风险意识，还在跟着其他专家全力做多做多再做多的话、哦、你没有这种风险意识还在全力做多的投资朋友们，说真的我坦白讲，
信假是我倒是会替各位投资你稍微捏把冷汗，好，希望你听得懂在跟你表达什么。那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你看我讲完的过程当中，甚至到今天为止，请问大盘指数是短线又下来整理的，所以代表的是过去这段时间，今年到目前为止这六个多月的时间，我现在大盘的指数走手法都跟信杰老师所规划的一模一样。好，那现在重点来的第一个，针对整个大盘短线而言，好，最近这几天其实就如我在整个盘中跟整个非凡这边的一个解盘讲过的，好，这边稍微导播帮我放大，这边就是一个短线是一个小幅的震荡，上有十日线下弯的一个反压，下有月线的一个支撑嘛。不过这个月线齁，好像再过没几天齁，就准备连月线要扣底到高指数区耶。换句话说，如果未来这几天指数没有拉下去，这个月线搞不好也可能要走平下弯耶。好，那但是这个详细的情形我想留在演讲会再跟投资者做个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是我这边节目中帮各投资者点到为止，这个狭幅的震荡整理齁，我认为已经真接近尾声了，下个礼拜将表态。那重点来的，我相信各投资者你最想知道是这个表态是整理完毕，像市场上 90% 的专家所乐观预期的是整理完毕往上再攻呢，11,000、12,000，还是直接突破历史高点12682，还是这边震荡整理完是要破线往下来做整理，不必猜，来会场让信假师我直接告诉你。所以我讲过的，不管是在整个我个人认为，为什么在整个这一次的周休日，我特别在整个不管在南部的台南高雄，或者在北部的桃园台北，我特别要举办这市场的演讲会场，因为我个人认为这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第一个，短线而言，可能下礼拜就像我所讲的，好，打波这边帮我带一下，再回来自卡波，然后下个礼拜短线将做表态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叫做短线。第二个，就整个波段的角度而言，好，我在过去这几天一直提醒大家，一直反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涨了大半年的台股，你觉得今年会不会来一个所谓涨多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中段整理修正？修正完以后要涨再涨，你觉得这个几率大不大？所以我在整个这个礼拜演讲会场的重点，我要跟投资朋友分享的是哪什么重点呢？第一个，针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而言，今年高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哦，你看，你如果之前，好，你有来听过信杰老师任何一场演讲会投资吗？我相信你为什么可以从整个今年初的9000多点一路敢做多到10,500点，因为你很清楚知道，我之前在演讲会都告诉你，今年的高点绝对是出现在下半年，而不会出现在上半年。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也几乎99%已经让各投资完全验证了嘛。今年高点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好，当现在大家都在期待大盘指数短线整理完，再越过10,545，再创显个今年新高。不管你要上看11,000、12,682的投资朋友们，你却反而感受到，你却反而有没有体会到，一路带你做全力做多到现在10,500点的信杰老师我，却反而提出一个逆向思考给大家做个逆向思考。今年下半年低点在哪里？你想不知道？我认为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到时候真的一波中断整理下去，因为你可能跟着其他专家或者自己操作，因为失去了在高档失去了所谓的风险意识，而到时候没有躲过今年的这一波唯一的可能，未来的唯一的一波大幅度的一个中断整理修正，好，到时候可能是满手套的股票，那信杰老师我真的会觉得替你感到可惜。就好像整个过去大半年时间，我都跟你讲，没有全力做多，我都会替你感到可惜一样。哦，那现在会告诉你是说，如果今年下半年这一波的一个中段整理修正，你没有避开，我会替你感到可惜。再来，那你说下半年低点在哪边？来会场，你给我3分钟，我直接教你怎么算。好，来会场，你给我三分钟，我直接教你怎么算。好，那知道整个大盘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关键转折之后，我想再来就是各投资者最关心的嘛。那接下来下礼拜或者未来的第三季，甚至未来的下半年，不管在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不管在个股怎么做怎么赚，对，大财富继四天继之前的8天4.6倍之后，
下一次的最佳出手时机。今年我认为第三季应该会有一波比 4.6 倍还要大的行情，请你好好把握住。然后个股两档连线已经打底接近尾声的股票，好，那信杰老师到时候跟你做分享。而且因为在整个这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那我相信其实整个市场上大部分投资你也很清楚，在整个指数上透过大财富，信杰老师的胜率是50，目前是实战的绩效是57胜4负，胜率高达90%以上，所以很非常多的投资朋友都对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哦，都非常的有兴趣，哦，所以不管你是小资金的，想要小资金快速累积财富，或者小钱变大钱投资朋友，或者中大资金的想让自己，哦，累积快更多的财富，或者说你可能过去这段时间可能跟错专家，或者自己买错股票，可能比方说买到一些比较游戏股或是一些比较不好股票，可能这一波目前没有赚到钱，甚至亏钱投资吧，想要快速的，哦，利用最短时间最少的资金成本让自己快速的在股票上反败为胜的投资朋友们，我想我今天在整个在这一次的演讲会场，我特别准备了这一份大财富的致富发财秘籍，90%胜算的实战教学，好，我跟你谈的不是理论，你很清楚知道我要跟你谈的，我要教你的，我在整个演讲会场要教大家的就是接下来怎么做怎么赚实战的教学，哦，那这份实战教学讲义，90%胜算实战教学讲义，就让信杰老师我直接在这礼拜演讲会上，哦，送给各位听众的投资报，所以欢迎各位投资报现在请利用广告时间打电话进来预约报名，这礼拜在整个台南高雄以及礼拜天在桃园台北的一个演讲会，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谢谢。天气好，陪我出去走走吧，有了满满的潮水感微粒，让心情也清爽起来，就算最高系数一样很舒服，每天都可以很阳光。专科水感防晒，全新升级。森卡。腰部唔通乌白打，正光金丝膏有效解决酸痛，不含代可芬，不伤肝，如打如轻松，好推好擦，正光酸痛油膏。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为您下好每一步棋，无论股票期货选择权，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强大的投资团队让投资观点加倍清晰，专业诚信负责，致富专线02-2321-9933。行前需注意气象，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 Go 小胖快点，大家等等小胖，队伍别拉太长哦。哎呦哎呦，小胖没事吧？没事。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事故发生时应立即拨打119或112请求协助。应变好尽责哦。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快熄灯。斗阵特工限时优惠火热展开中。获得超过500项年度最佳游戏奖项，斗阵特工限时优惠，立即把握！准备好了吗？要办名牌哦？不是啦，要你看58台啦。想看我吗？还是看我？不是看非凡吴彦祖？才不是啦，是要看牙的新节目。没错，就怪就怪！想要知道更多赚钱的秘密，记得每周六晚间10点锁定新闻 Talk Show。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经过比较就会有意义。外行在看热闹时，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全世界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的距离其实近在咫尺。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住行，这就是财经。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非凡商业台。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欢迎准时回到信杰老师的节目的第二阶段。我想针对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我相信其实各位投资们都非常清楚知道，之前在整个6月14号那一天，在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突破，可以帮我带一下，
在10050点上下附近，我带着新角色的个大财富 的会员们，以及所有大财富粉丝好友们，在这边进场做多，而且直接公开的告诉大家，也都是你看我对整个台股的一个，不管短线或波段转折，我都是事先给预告，直接苹果21268，准备再写整个今年波段新高。之后我相信我也完完全全证明新角色的看法，对不对？短短的八天，在6月23号，短短的八天，当时指数在多少？10415点。好，我讲过，我不奢求买最低，我也不奢求卖最高，但是我真的带着信角是一个大财富的会员，以及所有的 Lite 粉丝好友们，我讲哦，我的做法就是，当我认为我最有把握的时候，当我认为不管是在短线或者波段最好赚的时候，我自然会在盘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带着大家做个出手动作。好，那这一趟我相信短短的八天有高达4.6倍一个涨幅出现，那你又想说整个4.6倍，好，比方说如果你只有10万左右。你10万，你就可以赚46万。你用8天10天，你10万可以赚到46万，你可以变成50几万回家。你20万，你短短8天，你可以让你自己赚到90几万。20万变成百万富翁回家。30万8天时间，你可以变成150万回家。我相信你都可以直接再买一台哦，直接可以买车的哦。真的多做2-3趟，我相信在整个包括你在整个房子的一个投期款，我相信赚起来都可以大。信角是一个大财富会员，赚到整个房子的投期款的人，其实目前大有人在。好，当然，如果你怀疑的人，好，我欢迎你来整个演讲会场，让信角是的所有的一个会员，好，甚至特别是大财富的会员，跟在整个演讲会场直接跟各投资者做分享的动作。好，我想每一次我的演讲会场都有很多人来听，甚至包含我的会员来。好，你对我的操作有任何疑虑的投资朋友们。只有信角是我，全市场只有信角是我。我让你在整个演讲会场，我让你随机抽问我的会员，过去这段时间，跟着信角师的操作，有没有在股票上赚到钱？好，那我不仅说让你随机抽问，让你验证，我相信最重要的也是各投资人所想要的。那至于信角师你的操作的整个胜率这么高，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办到的？我相信这也是投资人你想要的。所以我讲过的，不管你是说你想对整个接下来行情的一个了解，好，一个关键转折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了解，或者说你想说，好，你来学习，好，90%胜算的一个是为什么是整个大财富的操作，我们有高达90%胜算，我想这个你都可以有兴趣来学习的投资朋友，这一次的演讲会场我特别准备这份90%胜算的一个实战教学。那我讲过的，我给你的一个好致富发财秘籍的这一本讲义，这一份的讲义。这个绝对，我跟你谈的都绝对不是理论，我都是很浅显易懂的直接实战教学。换句话说，接下来下礼拜如果有机会出现一个短线的关键转折，下礼拜你该怎么做怎么赚，或者在整个可预期的，就像我所讲的，今年一定会有一波所谓的一个中段整理修正。如果当有一波的一个中段整理修正将来临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很清楚知道，其实多头市场的特性叫做缓涨急跌。那缓涨急跌这一波的急杀波，你觉得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工具，可以让你在避险放空，可以快速的累积财富，甚至可以用最少的资金成本，而让你累积到用最短的时间累积对到最大财富？我想这个就是大财富。我个人认为就是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所以我讲过的，不管你是资金小资金的10-20万操作的投资人，或者是你比较中大资金的投资操作的投资朋友，只要你对整个大财富的操作你有兴趣，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投资朋友们，我信角师我都欢迎你来到会场，来跟信角师绝对非常乐意教导大家。所以包含在整个今天整个透过大财富的操作，我想我们在整个今天我的进场我都直接跟你做分享，这是当时大盘指数在多少，今天盘中的低点是盘中，我也不奢求一定买到最低卖到最高，10350的左右附近，大财富小偏多操作。好，那这笔单我的小偏多操作的原因理由原因来会场让信角师告诉你，7月19号守万点，随时准备再添一声放口袋。好，这是大概的讲法。那针对这笔单，我想我也是在整个今天的一个 Lite 粉丝好友们，所以我说过的，要么来听演讲，不然你至少一定要加入信角师一个趋势百分百，成为信角师一个 Lite 粉丝好友。我想到目前为止，有6100多的投资朋友可以帮信角师我做见证。我在今天，会员是在这边进场。那我讲过了，当所有信角师的大财富会员进场，全部大家确认穿价成交之后，
你来看，我在今天12:20，可以接受吧？好，今天12:20的时候，大财富会员，我告诉我的所有 Lite 粉丝好友们，大财富会员刚刚在10350上下附近着量进场，小偏多操作。那只要7月19日结算前，指数锁在整个10000点之上，我们随时再添一阵放口袋。那你自己看这个时间，12:20，好，包含所有信角色的 Lite 粉丝好友们都可以收到这一通讯息。你自己看到整个收盘价之前，不管是说最后的收盘价是在10368，目前整个大财富今天那个盘中进场，目前是小涨的10几%，获利当中之外，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穿价成交。你自己去看一下，验证一下，从12:20到整个收盘1:30收盘，有没有10350上下附近或者以下让你买得到？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穿价成交，这就是信角是我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在那边。我从来没有那种买不到做不到的空气单，我也从来不会拿着软体指标，涨的时候就说做多大赚，跌的时候就说放空大赚的一个放图说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我都是盘中的一个实价的穿价单。但是我想这笔单都还在其次，这个我相信才是我这礼拜为什么之所以要办演讲，甚至把整个大财富的一个教学秘籍，这个教学讲义送给大家，原因理由在这边。重点来是在下周之后的关键转折，有没有？下个礼拜我跟你讲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转折的一个出手时机。好，下个礼拜这个关键转折要怎么做怎么赚？还有，如果真的万一信假是我要再度看对的话，会不会在整个第三季做头完这一波中段整理下杀5到10倍？你的快速累积财富，比方说你想不想10万变成50万到100万？你想不想20万变成100万到200万？你想不想100万变成500万到1000万？我想详细的情形就让信角师我在演讲会告诉大家。欢迎各位投资朋友预约报名这礼拜演讲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